So I go and I come back. How much do I pay you? Price same of first leg. How much? Well, gross board is go 20 and I come back 20. How much do I pay you? But I like the cheapest, but not same the like the neighbors. Yeah, you can ask me your price. How much you pay you? Go and come back. You're 40. How long stay? 1 hour. 1 hour's 50. 50. Okay. 100. You think 15 is okay? We go. If no, I'm waiting for the girl. Yeah. I'm so fast. Yeah. Don't worry, because the tempo is very small. Yeah, I know that. A few moments later. 讲价成功，最后他以50 iPhone 的价格带我去神庙，然后再带上他姐姐的女儿。OK。现在我要坐上这个船。然后跟这个小男孩一起去了。Hello， 我记得我包里还有个棒棒糖，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个糖吃。好，打来呢。好了，他把船停在这儿了。应该是没有哪个旅行博主像我一样能坐这么远来这边努比亚小村庄来逛了吧。看，特别的原始，这里可比我住的那个努比亚小岛还要原始，因为这边是没有那种摆渡船来这儿的，他们只有当地居住的居民自己家有船才过来。这又是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体验啊！我喜欢这种体验，我喜欢这种体验是没错，就是新鞋子有点硌脚。 Will I see your sister house? It's here. And how to say Arab Nubia hi? You mean in the Fiadir? In the Fiadir. Then speak Arabic or Nubia? Salam aleikum.Wow, 这里一切跟一个原始村庄一样。Before have Chinese come here? Maybe, yeah. 有个店好玩啊，他们这还修了马路呢。那这里可能看来是通车了，那比我住的那个小岛要发达一点啊。在想，他们这儿为什么在地上到处把那个纸皮子给立着是啥意思？这里呢是他们努比亚人埋葬人的地方，就直接拿石头拿一个板板放在前面。好香啊，他们这儿煮了啥好吃的吗？这房子好看。哇哦，只有这里房子，然后周围都是岛屿，他们都生活在岛屿上。 A few moments later， 刚刚就是走这条路来的，现在又要走这条路回去，全是石子路。他说这里之前有很多寺庙，但是由于水涨上来了，因为阿斯旺水坝，然后导致这边很多的寺庙全部被淹了。然后我现在要去的那个也是在12年前换到那边的。这里还看得到一个门。看到没有，在那些石头上面都还刻着一些象形文字，然后这个石头上面也刻了，这个也刻了，啊，那个石头也刻了。我的船就在那儿了，现在我终于要上岛了，上岛上岛。
飞来神庙位于阿斯万大坝南部尼罗河中的小岛，是为古埃及神话中掌管生育和繁衍的爱神伊西斯而建，有名伊西斯神庙，建于托勒密王朝时期。原来的飞来岛在1902年修建阿斯万大坝后，每年有6个月以上的时间会被淹没。在1980年，埃及政府花了8年时间才将神庙切成近50000块石块，转移到飞来北以北的艾格里卡岛上。在这里还传说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传太阳使者奥里西斯和他的妻子艾西斯掌管着古埃及这片土地。奥里西斯拥有着无穷的美德和智慧，将游牧部落聚集在一起，并且教会他们耕种和采矿等技术。然而奥里西斯的弟弟赛特却因为嫉妒而杀害了他哥哥，并将奥里西斯剁成10多块，分散到埃及各处，自己当上了国王。艾西斯听闻丈夫的死讯后，便在全埃及寻找，最后在神灵的帮助下获得了一双翅膀，飞遍古埃及全境，得以找全丈夫的尸体，并用真心和眼泪使丈夫复活。艾西斯也成为阴间决定生死是否能复活的审判官，他们的儿子就是阴神荷鲁斯。据说女神伊西斯有10000个名字，她不仅掌管着生育，还是所有人的庇护神，因此极受古埃及人的尊崇。是啥？然后就是这样的，哎呦，锁起来的。Here, number two, where is number two? Oh, number two open. Where? Come, okay. Yeah. Number one close. Number two open. Where is number two? Number two. Tips. I don't have money.带我去看了那个洞，他居然给他10块钱。OK， 你们看到没有？我被赤裸裸的要小费了。然后我给他5块，他不行，然后又拿了10块的给他。他说他们有2个人，把我拉到这个角落里。他拿着枪，他要带我去这儿去那儿。第一次被警察正大光明的要小费。我这里每一块石头都是好几千年前的文物，看。这也是埃及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神庙之一。从远处看这个神庙感觉不大，走近了发现这每一根柱子每一个石块都特别的大，在这里面到处都是鸟神。你看他手上居然还拿着一个葡萄酒杯。我查过资料说埃及是最原始酿造啤酒的地方，因为当初他们在酿造那个面包的时候，然后由于搁置过久了，就自然而然的发酵成了啤酒。但是你为什么要敬酒呢？就是因为当初发酵啤酒之后呢，大家发现了有酒这个好玩，然后就大量的喝，然后因为喝酒误事，从而导致了他之后就把酒敬酒这一个加入了他们的一个规定。好了，让我们走进去看看。哇哦，这里好多小猫。Too much. Yep. 哦，这么大一只，你居然欺负小猫咪！哦呦！哇，他们这里的流浪猫居然是男猫，在国内一只男猫对哦，2000块钱一只了，品相好的，但它瘦不拉几的。这是一只三花，那是一只泥猫，这些猫应该都还没有满月呢。看他妈就不会跟他抢。来，你多吃点才有奶味。别人来神庙都是来参观，而我在这儿开始喂猫了。
You work in here? I work here. 他们是这里的清扫的工人，你们去看一下村里面。泪殿里面的石雕都十分精美，到处都在讲述着伊西斯女神的故事。这上面都是女性的形象，因为伊西斯本来就是生育之神和爱之神。这个警察估计在到处找能给他小费的人。这座井子并不是伊西斯女神神庙的一部分，而是在一世纪时罗马皇帝图拉真来祭祀时修建的休息的井子。哇，好啦，今天的爱妃神庙就逛到这儿了，因为我跟人家订的是一个小时，感觉好神奇啊，3000年前的人就可以做到这个水平，而且这个神庙保存的是几乎完美。他们这还有个文字，就是上面刻的，然后通过太阳折射下来的这个字儿，有点意思。中午来真的是快把我热死了，最坑的是我还被那个警察坑的我是挨棒。在所有的景点那里啊，看到外国人就是一个一顿的钱币。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期的话，记得点个关注，点个赞。我是张猫猫，有缘路上见，拜拜拜拜。